欢迎你加入爱老师物理教室。我们来看这个物价压力本动力。那么这一个 experiment 呢，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就不太喜欢给学生，所以我就给他们打包票不会出的人。可是实际上要做还是可以做的，然后如果你要把它变成阿玛丽的话也 OK 的，因为它用的东西都很简单。那么我就把它设计成本多沙度了。本多沙度就是你去做那个实验了之后，你收集到答案，你就把你的答案呢变成一个假如啊 present 出来，然后再画一个 graph， 从 graph 里面找到个丘鲁难，那么这个就是本多沙度。本多独二的话就会有用到 operacy definicy 的，你要需要用到一些会代表性的 variable 的本多鲁巴。第三种是最难的，本多第一个你要自己设计一个 experiment， physics 会出在哪一个本多不知道哦，因为它是三题嘛， physics chemistry bio 合在一起出了。如果 physics 出在本多沙度，那么 bio 就可能是本多如何， chemistry 就是本多第一个，以此类推啦。所以三种都要去掌握啦它的这个模式哦。来看这一题哦， anda digendaki menjalankan satu experiment untuk menyiasat dalam nyata 实生 dan dalam ketara四声，然后你的是用大 H 啊，当然可当然用小 H。jalankan experiment dengan menggunakan langkah-langkah di bawah。首先呢，sediakan susunan rata seperti yang ditunjukkan dalam rajah。satu pin diletakkan di dasar bika。satu lagi pin diapit di atas pengapit kaki retor di luar bika sebagai penunjuk。我要用一个，你看我这里有一个kaki retor，对不对？kaki retor，我夹着一把尺，当然这个是为了测量作用哦。好，那么呢，我会在旁边呢放一个 bigger 啊，这里有个 bigger 呢里面我放一根针的 pin， 然后呢你要做的就是你在旁边这个 calculator 里面你做一个能够移动的活的，也是一个那个角，你夹着另外一根针，这样现在就有两只针哦，一只针是在 bigger 里面的，另外一只针是在尺旁边的，然后你要做的就是你的眼睛要从上往下看。那么我们讲说这一个针呢它在水里面，对不对？那么它其实会呈现一个比较浅的影像出来，它的 image 其实会出现在比较浅的地方哦，比如说出现在这边，这个是那根针，你看上去它是比较浅的。可是要怎样知道多浅呢？我们就移动外面这个，移上移下，你把这根针呢调到跟你觉得你看到的这个影像啊同个高度，比如讲这个蓝色是你眼睛看到的影像，你觉得它在这边，你就调右边这个，调下来调到跟它一样高，你觉得跟一样高了，对不对？那么呢外面的这个 reading 这个 bacaan 哦，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你的事件深度，其实就是从水面到 image 小 h 的距离。那么大 h 就很简单哦，因为你这个水放的那个高度直接可以量出来嘛，那它就是实深 dalam nyata。好，这个 experiment 呢我们先来看它的本波雷乌巴迪马尼布拉西干哦。那么本波雷乌巴迪马尼布拉西干是超空性变数，就是你能够去设计的。那么在这边的话我们能够设计的其实就是水的深度，就是我们的实深哦。你把水调深它呢，那么你的病呢它其实就有一个实际的深度的变化，所以这里我们叫做 dalam nyata 是 star h 咯。本波雷乌巴迪马尼布拉西干，本波雷乌巴布格拉巴拉斯呢就反应性变数。那么反应性变数的话呢，就是当你改变实深的时候呢，你的另外一个本波雷乌巴跟着变啊，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调它的 image 咯，这个 image 是要跟着你的实际的深度来改变的嘛，所以这个 dalam ketara h 呢就是你的本波雷乌巴布格拉巴拉斯。然后呢第三个是本波雷乌巴迪马拉干。那么本波雷乌巴迪马拉干呢这里没有问啊，只是说我们讲说做一个实验哦，它其实会有很多的本波雷乌巴的嘛，你如果要找出某两个本波雷乌巴之间的互不暗关系的话呢，你就要想办法把其他的本波雷乌巴全部都排除掉，那么你才跟找到你要的那两个哦。所以在 physics 里面的本波雷乌巴迪马拉干呢其实很简单的，根据公式是最容易的，好像这个这一个 experiment 有公式的吗？ n 等于 h 除 h。那么我们用了大 H 跟小 H 当成是我的本波雷乌巴迪马尼布拉西干跟布拉巴拉萨，对不对？那么剩下的第三个就是你的本波雷乌巴迪马拉干，你千万不要去写说你的 radas， 因为有些同学他们会这样子写的，本波雷乌巴迪马拉干 gunakan bika yang sama， 比如说这一题 gunakan bika yang sama， gunakan preparation sama， gunakan calculator yang sama， 这些都不是本波雷乌巴来的，都不能够当成是迪马拉干，然后 bahan 也不可以，好像这一题Index 表三打来当做本波雷乌巴迪马拉干哦，其实就是这个水要用同样的水嘛，不能够换掉水，然后你的水不能换，不能加盐，怎么都不能动，就是要同样的水，你才能够拿到同样的 index 表三。可是你不可以写答案哦，是 I 氧沙漠 ，I 氧沙漠不是本波雷乌巴迪马拉干哦。虽然你知道实际上操作是这样，因为它属于
bahan， bahan 不可以做 bumbling ubah， 所以你只能够用 index biasan 来做它的 bumbling ubah di Malaga。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具体上这个实验可以怎么做。好，这个 experiment 呢是一个国中老师他去在 MCO 的时候弄出来的，在新上的一个学校，那么是我的校友来的。这个实验在课本里面有哈、哦，好，我们来看看它是怎样处理的啊。好，首先先讲一下这个针哈、哦，两根针对不对？先讲一下我们观看的角度，这两根针如果跟它摆成同样的高度呢，我们发现到说从旁边看它是同样的高度的。从上面看它也是同样的高度了。如果这两根针、哦、它们是在同高的话，上面看跟旁边看都必须是同样的高度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它现在处于同样的一个 level、哦、如果是不同的高度的话呢，我从上面看、哦、是一样的，你看现在我们看是一样的对不对，可是当把镜头移到旁边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哎，其实高度不同，高度不同，那么这个就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我们要求的是上面看也一样，旁边看也一样，所以等一下要去注意的就是不要拿到这样子的错误，我从上面看一样，可是旁边看是不同的，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正确的答案。先量这个水的深度、哦、这个是量实深水的实际深度，我现在把一根针丢进去那个瓶子里面了对不对，它的影像是比较高的，好像你看这个、哦、诶，旁边看是一样高的对不对，好像还差一点点的啊，差一点点，这个本轮就高一点点。好，你要调整的就是调到从上面往下看呢，这个歪的咯，这个还没有调好，上面往下看是同一个 level， 可是从旁边刚刚叫我们这样看就差一点点对不对，那么你就要做调整。好，这样子就不同高了，我们要调外面这个啊，调到它弄变成一样、哦、好，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个 case 这个还差一点点哦，还差一点点，这样子还差一点点、哦、这个也 不行了，还不准啊，所以这个 experiment 其实蛮难做的，现在它调到这个高度就很准了，你注意看啊，这是从旁边看的准的，上下看呢、啊、从上面看下来也是准的，那么现在这个外面本轮就的高度指的其实就是你的 image 的高度，就是 dalam ketara， 就是要调到这样，所以蛮难做的啊，这 experiment。 OK， 上面看也是准的，旁边看也是准的，这个就是它的视深视见深度。当我们量完了五个大大的时候，当然现在要做记录啦哈，所以这个 part B 呢，它就会要求我们加多干了，加多干你来 H， 把给设定你来 H， 大 H， 大 lam wrong 的第十二干。当然你要真正做实验才会有这个大大啦。我现在是我自己弄五个大大出来啦，一二三四五个、哦，我们来完成这个部分。现在做的是本加多干，你来 H， 把给设定你来 H。所以就是 manipulasi 跟 grabalas 画一个 jadual 了哈。那么我们的 manipulasi 一定是在 boxy x 的， boxy x 就在左边呢，所以我的大 h 一定要在左边，那么小 h 就在右边哦。这个是 symbol，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用大 h 跟小 h 来代表哦，因为前面我们在做本博类五八的时候，记得吗？我们写字了 dalam niat 逗号大 h 啊，那个叫 define， 你已经去 define 了大 h 代表的其实就 dalam niat， 那么这里我就可以这样写了。好，这是 symbol。 第二个叫 unit， 两个都要给 unit 哦，没有 unit 是不可以的，所以这边是 cm 啦，我们用尺来量吗，所以是 cm。 好，接下来呢只是把我的 data 排进去啦，我有五个号码，题目的本博类五八是从开始是十嘛，然后就十二十四十六十八，然后我的小 h， 那么这个是我设计的号码，真正的 amali 你要自己有做了实验才知道的，就把它填进去、哦、填完了之后呢，记得要确保 check 一下、哦、我们的小数点一定要一样的 consistent， 好像这一个 7.5 跟9这边其实就被扣分了的，虽然是9你要写 9.0， 这里也一样 12.0， 全部的小数点都必须是一样的啊， consistent，好像这里、哦、10对不对，如果你写 10.0 的话呢，后面全部要跟完 12.0 14.0 16.0 18.0 要跟到完。以前的 Syllabus 会很要求就是你的小数点要跟着测量的那个工具，它能够测量到最小的 sensitivity 是多少，不过现在没有啦，总之你写一样就可以了。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用到 graph paper， 你可以去准备一下。我们现在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把这个 data 呢放进去 graph 里面，把这个 graph 用 distribution plot graph h 拉完 h 啊，这个 technique 就是
H 拉完 H 先出现的一定是 Boxy Y， 后出现的那个一定是 Boxy X， 这个是 confirm 的啊，它不是乱来的。所以 Boxy Y 是小 H，Boxy X 大 H， 也符合我们的 SOP 啦，我们的做 experiment SOP， Boxy X 一定是 Mani Bulasi， 哎，这里我是 Mani Bulasi， OK 了，把它移去 graph 里面哦。 graph 的我的就比较难一点点哦，因为我要这样子 zoom 放。 一边zoom一边放，然后比较可能会走掉一点点，所以有时候要看你们的答案了。好，然后我要 label 的就是 unit 跟 symbol， 小 h in cm， 大 h in cm。那么 physics 哦 ，physics 的 formula 呢，90多 percent 的全部都是 Bacardi-Russell，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整个 graph 用到完零，放这里就对了。啊，只有一个。 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个 formula， 它是会下到，哎，两个，它的 graph 会下到 boxy y 的 negative， 万一真的碰到的话，那时候你再改咯，因为90多 percent 都是 Bacardi-Russell 嘛，所以我们这样子画其实是蛮保险了的。boxy x 是10到18 ，OK， 我们26boxy 够大了，20，boxy y 就到 13.5， 这也是。 刚刚好是3.5到最高这里。好，我们来 plot 它的 graph， 第一个是10配7.5，10配7.5，然后12配9，12配9，14配10.5，16配12，18。 A13.5，我一条线，一定会从零开始啦，因为它是 Bacardi-Russell 嘛。哦，这个很美啊，简直是全部连到完，这样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啦。这一题，哦，全部连到完，其实蛮准的这个 experiment， 因为你调整的那个高度，你是要看上面跟斜面嘛，你要放在一样的时候，你才可以当成是拿大来用哦。好，那么这个 graph 就大概是这样哦。 对于这个本多沙度的graph 呢，它基本上它都会要你算 Gajurunan 的。Berdasarkan graph anda di sini, nyatakan hubungan di antara H 和 H， 这个明显啊，动到零的graph 就一定是 Bacardi-Russell。公式里面也是讲它是 Bacardi-Russell。好，hitung Gajurunan K bagi graph H lawan H， hitungkan nilai bagi K， 先算 Gajurunan 先。那么 Gajurunan 呢，我们要选点哦。 当然，第一粒点一定是00啦，最容易算嘛，对不对？第二个我们要选的呢，就是在 graph 上面动到的点哦。如果有点是最好啦，好像这个有点直接可以拿咯。如果那个线里面你找不到点的话，你只能够自己在 graph 线上面找你的 coordinate， 那个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我这个可以越大越好嘛，我可以直接拿最上面这里咯。这里是18对13.5，然后呢，我们就画一个线下来。 画一个线下来，代表我在找个Charunana，因为它的Charunana就有一分了，其实就是我在form一个三角形。那么这个三角形的 Charunana 就是一定要5个格乘4个格，或者是4个格乘5个格，这里够大了，我们已经超过5个格了，1个、2个、3个、4个，5个这边很多个哦，所以肯定够大了。有一些题目它就会你动到的点呢，form不出这么大的三角形，所以你不能够选那一点，你就要选一个更上面的。 可能在线上面你要自己找一个coordinate，那么这条线画下来呢，有些人的笔看不到哦。那么怎样去证明你在做三角形呢？你这里画一个90度，就代表说你在找出三角形，真的试过。有同学他用他的笔画这条线哦，是看不到的。所以他讲老师，我有画一个三角形在找，求求那呢？那你完全proof不出来。OK， 你画这样的这个三角形，画一个这个90度，就代表你真的有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来跳回去找个求求那呢。 所以个 Gajurunan 呢，这里它叫做 k 啊，等于 y 2减 y 1除 x 2减 x 1咯。好 ，y 呢是 13.5 减 0， 除 x 18减 0。诶，你的 graph paper 只可以到 12 啊。好，你用你自己的 graph paper 是不是？如果你的 graph paper 只能够到 12 的话，你的 boxy 就要换了，你就不可以用 0123456 咯，你要用 024680124。 0、2、4、6、8、10、12、14，7个格嘛，所以7个格你拿出来的那一个三角形还是够大的，还是超过5个格。其实是跟着你的 graph paper
来去设计你的 Scala 的，所以就是要算一下啦才可以 plot 咯。啊，不会错的啊，不会错的，是跟着你的 graph paper 的啊。当然啦，SVM 全部的那 graph paper 是一样的，也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啦。只是我们平时在练习的时候，不同版本的 graph paper，你的答案会有，就像这个 case 这样啦。我的画得到，你的画不到，你就要用二的。我来算算看哦，这个是多少？0.75，可能要 unit 嘛？这个0.75的 unit 是什么？上面呢是 cm，对不对？boxy y 是 cm，boxy x 也是 cm，所以 cm 除 cm 其实波动掉没有 unit 的，这一个 case 没有 unit 啊，因为被 cancel 掉了它的两个。这样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算，它要找100k 啊，100k 就等于100.75，一除完是。1.33呢、啊？好，那么我现在讲解一下这个1.33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折射率1.33的折射率是水的咯，水的折射率。那么为什么会拿到折射率？要拿100k 啊，把个 true 那反过来。我们看回去公式啊，公式是 n 等于大 h 除小 h。那么我如果我这两个换位哦，我把大 h 放过去，小 n 除过来，除下来 h 呢就等于大 h 除 n。我要跟它排成 y 等于 mx 加 c 的 pattern 啊，所以我就 h 等于我把这个一除 n 测出来哦，就100n 乘大 h。所以我们排成这样子了之后呢，我跟它排一下啊，就是 y 等于 mx 加 c。但这个加 c 这里没有号码嘛，就加零的意思，对不对？所以那个 graph 是动到零的。然后呢，从这里的编排我们来 check 一下就知道了哈。我的 boxy y 是小 h， 对了咯，跟我们画的 graph 一样。我的 boxy x 是大 h， 也对了咯。所以呢，我的 cachorunan 就是100n， 看到没有？啊，cachorunan 是 100n， 所以你看啊，因为 cachorunan 是 100n，index 啊，这个 index 3，所以 n 呢就所以是 100 cachorunan。为什么要找 100k？ 就是这样哦，因为 k 是 cachorunan 嘛， 100k 反过来，其实你找到的就是 n index 3。也就是下一题的答案。那底马数刚刚100k，index 压三，然后就跟着这一个的结束呢，我们就完成了整个6.1，就是分 BR3 的内容啊，全部的内容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集见。